各位观众朋友，晚上好，欢迎收看《小房子大投资》，我是金融主播董房子，做人做事两个字，热情。2013年，新加坡房地产市场销售量最好的房子是什么？执行共管公寓。究竟有什么优点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呢？马上跟着我们的特派记者去看一下。哎，秃头的，不是我，不是的，我是说，为什么没有女人喜欢我呢？哎呦，卷毛佬，你看看你又矮又土，哪有女人喜欢你啊？你讲我土，你也不是被那年轻妹妹抛弃呢，钱也被骗光了，乱讲话了，地震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还留一点。哎，我想好了，这样我们联名去买那个执行共管公寓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啊，不了，就女人要嫁给我啊？哎，那倒不一定。哎，不过。不会比现在更差了吗？想一想，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是记者，卖公寓哈，我想访问一下，就是你们为什么想要打算买这个执行共管公寓啊？啊，为了交女朋友？个屁啦，交女朋友！我来讲，哎，这个执行共管公寓呢，有公寓的设施，又比私人公寓便宜，10年之后私有化就可以卖了吗？把它卖掉，两个人赚钱养老。哇，得得了。哦，你还蛮聪明的呢，我还以为你买公寓是为了要娶老婆啦。这乱讲，就你要光长头发不长脑。再讲我就打你叶问拳。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才能买执行共管公寓呢？买执行共管公寓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潜能呢？马上把现场交给董主播。哎，从习惯上来说，一般很有一样东西大家都去抢的，作为它的优点，但是在你盲目的跟从去抢之前，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去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执行共管公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，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啊，让我们欢迎财务顾问公司行政总裁谢兆全先生。欢迎先生，也欢迎产业公司高级区域董事曾凡年 Chris， 欢迎 Chris。好，当然欢迎我们的余文杰。嗨，大家好。还有方法哥。大家好，两位是黑白两道啊。今天我先开始好吧，因为这个执行共管公寓这么多人抢，我就很好奇啊。请教 Chris， 先我们普及一个概念，究竟什么叫执行共管公寓？执行共管公寓是一个政府主屋的概念，配上私人公寓的结合体。一般在新加坡早期的时候，有一些购物人士，他们的薪金其实超过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又不能够买到政府的预购主屋，然后呢，又不想花太多的钱呢去买私宅。所以就有了这一个执行共管公寓。一般上其实 EC 的话呢都是99年地契的。哦，什么样的资格的人可以买这个 EC？ 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有一位是新加坡公民。第二点的话就是要有核心家庭。然后呢家庭总收入不能够超过12000。这三个是主要的条件。不过单身也是可以买，对不对？单身也是可以买，不过呢就必须要有2名单身组成，要35岁以上。但至于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可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啊，我有一次很鸡婆陪朋友啊，去买那个执行共管式公寓啊，我看很多人在排队，他们如果抽签抽到的话，他们会打砰砰嘞，庆祝嘞；那如果没有抽到的话，当场晕倒在地下嘞。我真的很夸张，我只是很好奇，这种执行共管式公寓是一定包赚的吗？不是说包赚，但是升值的空间很大。我们拿这个 Vision Loft 作为一个案例。它是大概在2003年建成，当时买家买的价位呢是大概平均400多块每平方尺，现在呢已经完全私人化了，所以它的转售价格呢已经达到1200块每平方尺。哇，那就是包赚，难怪他晕倒啊！是啊，在这个进场呢，已经就是说以一个比较低的价位。能够买一个 EC， 这样根据条例呢，你住满5年，你就可以把它转售给其他的新加坡人或者是永久居民。这样你达到10年以后呢，就能够完全私有化，把它转售给外国人。目前市场上这个所谓的 EC， 大概的价位在多少范围？现在一般上是以600到800块钱每平方尺啊，不过转手的话，可能价钱会更高。嗯，对，真的，我刚讲的对了，买的人都包赚的了。对，赚多赚少而已。对，现在讲到屋子呢，就会讲到这个贷款的问题。好，这个请教谢先生，这个购买 EC 啊，我们贷款是否也是可以跟金融发展局贷款的呢？哦，虽然说 EC 是受到金融发展局的条例的限制呢，但是你贷款方面是一定要跟私人银行贷款。哦。
你最少要准备5%的现金，这样现其他的15%呢，你可以利用公积金或你的现金，这样你还可以贷款高达80%的顶限。嗯，但是因为是私人银行贷款呢，很多购买者他们以为他们会受到这个降温措施的影响。根据现在的条例呢，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房贷，你如果再买多一个房子的话，你的最高的贷款顶限是50%。对，还有另外加这个额外买家印花税。对，但是 EC 完全免掉这些条例。你现在是有一个政府主屋有贷款，如果你符合申请 EC 的条件的话，你申请到之后，你只需要缴付这个20%的首期，其他的方面呢，你可以通过贷款或者是申请这个延迟付款计划。那这个主屋还能保留吗？当你拿到那个入伙准证的通知书，你必须在6个月之内把你的政府主屋卖掉。哦，这是蛮重要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如果你买的 EC 你是拿延迟付款的话，你就必须把你的政府主屋在拿钥匙之前把它卖掉。哦，才可以去拿到80%的这个贷款。对，这也是条例之一。所以如果是买这种执行共管式公寓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享有首次购物津贴？那个额外津贴其实可以高达30,000块。所以其实这个数目是蛮可观的。我们巴沙那边在讲说，听说那个电视台的那个李国煌，他就是他第一间主屋是无人，然后后来他就去买共管式公寓，对对对，跟蔡依林他们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住满了10年之后呢，他现在就跳私人了。他每一次首次购物金他都拿到，大很赚的。当然，选择 EC 或者购买屋子都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地点。选择这么多，应该购买哪里的执行共管公寓呢？买 EC 和买房子要考虑地点，这没有错，但是首先知道你这个喜欢的地点到底有没有 EC， 这也很重要，对吧？请教 Chris， 目前市场上哪些新的 EC 推出？以2014年来看的话呢，大概会有至少5个新的项目。所以一般上 EC 呢都会在比较的属于新镇，就比如说榜鹅之类的。所以说今年的话，大概会在东部、东北至北部。而且西区的话呢，会比较少一些EC啊。作为新加坡人，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呢，是应该考虑，就是说提升到这个EC。而且你在考虑项目的时候呢，你先考量一下周边政府主屋的价位和私人房宅的价位。比如说，如果你买一个拿一个5房式的做一个比较的话，平均价格可能是50到60万，这样那里周边的那些私人住宅呢，它的价位可能100万到150万，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中间的价位进场这个 EC 的话呢，是你10年以后你就完全私人化，10年以后因为通货膨胀，他要卖的价位呢会比较高。今天分析下来，我们看起来似乎执行共管公寓可以说零缺点，好像专家蛮推荐的，但是还是一句老话，任何东西见仁见智，买之前考虑一下自己的财务规划，做认真的考虑之后小心进场啊，才可以顺顺利利。好，谢谢各位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收看。谢谢，让我们一起回顾今日亮点。购买执行共管公寓，未来升值空间大。今年预计共有5个执行共管公寓项目推出。购买执行共管公寓时，选择以周边组屋与私宅的中间价位进场，可考虑投资第15游区的有地住宅。执行共管公寓纵然有万千的好处，也不能随便的买，还是句老话，要仔细的评估，做好财务规划，才能谨慎进场。